你想什么要求？我没有什么要求，只要就是说对我好疼我就行了。你是哪里的？我是贵州的。你是贵州的，你想找哪里的？爱情不分国界，哪里都可以，只要对我好疼我就可以了。我到时候哪里有给你介绍过啊？对的，可以继承他的家产。可以啊，年龄大了事少嘛，就是年龄大了事少。现在疫情都弄得真的各行各业都不好做，是不是？哦，你找了几个啦？还一个都没找啊！我才刚刚营，刚刚营业，刚刚营业，刚没开张了都。你来叫啊！你看他排到了，排好一下，排一下。现在打白板真的是，哎呀，烦死了。我可能是我的穿搭不怎么行，因为我在要穿帅一点嘛。以前那些人气就好点，就是看我的这个，他的手上，是不是？现在给你拍了。金项链戴着呀。金项链。那两块钱那一条还都生锈了都，买贵一点的吧，贵一点，找了富婆啊，几千呢？你先把金项链带走，富婆就来了吧。我不敢投资啊，我怕怎样，到时候是不是富婆没找到，啊那个金项链也掉价了都。没事，会找到富婆的。行了行了，那就先忙啊，我去找富婆了啊。嗯，拜拜。这里找十个。对。到时候找到富婆了，有事你们打电话，分分钟三五个打不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